起步跳就最快咧，就黑色帽黄衫呢，德辉兴旺啊！咁内档咧就黄色帽嘅胡卡尖啦，开边就白色帽嘅大阿哥。缩住落档第四位咧就红色帽咧，就系湖水六三咧嗰把兴图嚟嘅，四只马入晒镜头噶啦。啱啱过咗嘅800米段处单骑放咧就德辉兴旺啦，咁啊内档第一位就胡卡尖啊。三四位咧就见到系内档嗰只兴图啦，开边我档白色帽就大阿哥。咁咧佢哋放头马都系四个马喺度嘅啫。好啦，開始轉入最後直路時啦，放得好快咧，就係見到德輝興旺帶嚟三四個馬位啊！咁啊，內欄第二位嗰匹咧就胡卡之英，三四位咧轉出我當中就白色帽嘅大阿哥啦，中間紅色帽匹係興圖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200零米到終點啊，走中外檔就好爽啊！德輝興旺仲係佔先兩個馬位到啊，裏邊咧收慢咗啦，見到咧就係胡卡之英揼翻住啦。咁啊，中間力騎上嚟就興圖，開邊都撳翻住咧，見到係大阿哥四米入曬鏡頭啦。咁啊，仲有100零米到終點啊，德輝興旺仲係佔先嘅。德辉兴旺赢四集，跑第二名就系兴图，第三名就系胡卡之英，第四名就系大阿哥。